赵薇夫妇涉入空壳交易案，翻涉自微博。记者翁子涵台北报道，赵薇和中国富商老公黄有龙的公司龙维传媒，去年七月计划收购上市公司股权。经多次调查，赵薇才披露当中仅部分是自己出资，其余均为贷款。最终交易失败，导致他因涉嫌空壳交易被相关单位调查。中国证监会今也公告，将依法对赵薇夫妇做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的处罚。中国上市公司祥源文化经公告表示，中国证监会已经对浙江万好万家文化以改名为祥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西藏龙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龙维传媒等涉嫌讯息披露违法违规案调查完毕。依违反证券法，对龙维传媒、万家文化及其负责人赵薇、赵薇丈夫黄有龙、孔德勇、赵正作出行政处罚和市场进入的处罚。赵薇夫妇的龙维传媒除了被罚60万元人民币（约276万台币），各自还需被罚30万元人民币（约138万元台币），未来5年也被禁入证券市场。